晚上好呀，今晚我们去一间曼谷出名的卡带空中音乐吧，整个店都是粉色的哦，很少女系。卡带吧位于 Seoul Bangkok 的最底层，这里分室内及室外，室外虽然热但可以享受曼谷的夜景，但记得要提前预约窗边的位置哦。这里从下午5点开到凌晨2点，可以来这里享受晚餐，还有各种鸡尾酒，当然也可以自己带酒，但是要收取开瓶费哦。这里就是这间的网红墙咯，一定要在这里拍照哦。哇哦，泰国的小姐姐们都好辣哦。享受完外面的风景，我们去室内感受一下吧。室内真的是人山人海，可是真的好热闹，挤在一起的感觉好棒。来酒吧就是要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这里还有现场乐队演唱哦。再给朋友一个生日惊喜，今晚我们要不醉不归。怎么样，你们喜欢这间卡带吧吗？关注我，带你体验泰国不一样的酒吧。